死吧，叶楚月！他以自爆丹田为代价，猛撞上楚月的背部，把女孩撞入了没有尽头的裂缝。巨大的裂缝似是深不见底，是泛着神秘而诡异的传承之气。叶楚月，你看，你还是个没用的废物。我说过的，你会不得好死的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就该下地狱，就该生生世世永无宁日。慕容玄，你还是个人吗？阿月他待你不薄，曾救你性命，你就是这样对他的？狼心狗肺的畜生，你这样的白眼狼才是罪该万死。你这个歹毒的女人，竟然用这样的方式来害我们的楚爷。我罪该万死？可现在罪该万死的人是他叶楚月啊。古往今来跌入裂缝当中的人不计其数，他叶楚月就活该死在今天。你们就算杀了我，也救不回他。叶楚月，我在地狱里煎熬，你也别想上天堂。娘亲，宝宝是想当一个好人的。娘亲说过，行走在没有光芒的黑暗里，就要让自己发出光芒来。他努力去做，怀揣着善意，但他看到的是有恶人把他的娘亲给推入了万丈深渊。若娘亲不在了，做着好人又有何用？当了英雄又有谁会为他披上战袍？邪君的气息，穆公子，此话可真？